佛光照大地，法喜满人间。观众朋友您好，我是张玉成，欢迎收看《人间新闻》。为了让佛光人更加的了解维摩诘经，来看佛光山的南台别院举办的一系列经论讲座，邀请到觉培法师为主讲，教大众如何净化心灵，在生活当中学佛修持。你们可以看到哈，他说虽身有疾，就菩萨会不会生病？仔细解读佛教宝典《维摩诘经》，佛光山南台别院举办安乐富有系列经论讲座，至今迈入第15场，礼请觉培法师为信众们主讲《维摩诘经》，教导大众如何在生活中修持自我，怎么样能够调伏其心，能够升华人格，能够净化心灵，能够建设自心净土。这样的一个优质的讲座，相信都会给我们很多的光能，包括很多的邪火的邪火的信众们，都能够呢在这一方面能够得到一个很丰富的一个心灵的响应。作为少数以在家居士为主的大圣典籍，《维摩诘经》深受信众喜爱，规划十堂课程带领深入学习，如何净化心灵烦恼，将佛法智慧运用到生活当中。让我们有机会福慧双修，非常感谢，谢谢我们的收，就是有非常大的收获，收益良多。人间卫视台北、台南综合报道。